美颜，我的美颜有点外星人。啥时候能给师傅整这套词呢？对对啊，不太行，师傅。我给你培养到今天，我这套词没听过呀。行，你俩刚认识几年呢？你就给整这套词？认识很久了。介绍一下新的我师傅。好了，师傅你好啊，师傅。不。大哥，我刚才在直播间想抢这个黄金手镯来着，然后你们工作人员跟我说，让我别抢了，说你买一条你就亏点钱。我得叫莹姐是吧？我心疼心疼 ，baby， 我得叫莹姐 ，baby， 确实 ，baby。我95的，我96的，咱们俩这睁着眼睛说瞎话。这直播间就今天好多就是 baby 姐的粉丝，从我上午10点就一直。但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今天有个小主题，就是什么呢？我得戴墨镜，因为没开美颜。我刚看见你把眼镜戳下，说那个，哎，怎么看不见眼睛？真漂亮、啊。跟大家打招呼的姐，全都是你的粉丝。Hello， 谢谢大家。哎，你说大大都长这么好看呢？他眼睛超大，他不像迪士尼跑出来那个公主。咱俩 baby， 谁眼睛大？师傅，你把眼镜摘了。比谁眼睛大？你比体重，我还能跟你比。baby 姐美不美？我来形容，就她这真的美，就是什么感觉呢？我还没啥词儿能形容她了。给我不好意思了。嗯，真好看，她真好看。我第一次见她，其实我们可能很多年以前就可以见，但是我有点害羞。然后这个，你看我现在到现在我不怎么回事？刚才说话可溜了。我现在我都不敢侧过来直视她，你知道吗？紧张了，紧张了，是不是有点紧张了？那没有，我都紧张了。就是你的粉丝从我发视频的第一条，他们就开始在整个快手就热门发你的那个段子，然后艾特我。哦，我这两天涨了10多万粉丝，就是你的粉丝。我一直我本人一直以这个脾气不好为著称。我以为你以帅哥为著称。那没有，我不靠颜值吃饭。然后呢，从开始到现在打杨颖，一般情况我就急眼了，你知道吗？从开始飘屏了，从10点飘屏飘到现在，我进直播间之后，其实我在这个直播领域当中我还很受欢迎的，一个亲妈都没有，搁这飘成几百几千的那成，飘了几个小时，我后来想想我没敢惹，为啥你知道吗？这个杨颖呢，他这个粉丝好像有点铁，我好像未必能干过，我觉得有病。我心动，这有啥用呢？我这手镯也没买着啊。没懂吧，师傅？买都扣500。没懂吧，师傅？手镯没买着啊？手镯没买着啊？手镯没买着，这不行，这行贵了。对你出来，师傅，出来、啊。不好意思，来，少哥来。不是，不好意思，这不是你啊，这如果是我直播间，来，他没买着不要紧。来，刚刚我这么形容就懂了啊。她美的让我们这些男人不敢靠近，真的能懂吗？就是那种美，就好像你要靠近她，让我对不起这个人了。对，这真的，这个远观，你发宝了，你怎么能正视呢？我没正视，发宝了，我没正视，我戴上墨镜，还是把墨镜戴上。我师傅今天怎么有点小害羞呢？是不是？是啊。刚才直播间是560多万人，70万人，现在直播间100万人，100万人，顶流，我永远是顶流、啊，顶流永远是顶流啊！什么时候出来都是顶流。那刚刚他没抢到黄金手镯，但是成功被我圈粉之后买了别的产品，真的、下来的一单。他跟我说让我试试买别的产品，说不定就能买着黄金手镯。咱们一起玩个小游戏呗，师傅。嗯。咱们那个。我再给你显摆一件事。必拍一下。你往前走一下，你看我的销售额。哇塞。7.9亿。还差我那黄金手镯。那我抽8亿了。对啊，你再买黄金手镯就正好到8亿了，对是吧？对。姐妹们，你们只有直播多少人？黄金手镯上来，让他拍一个。你们看看 baby 姐在直播间有多少人？baby 姐在直播有多少人？还在往上涨，蹭蹭往上涨，这是刚才的人气，狠不狠？啊！哎呦，太漂亮了，好美！那这么的，师傅，我们今天第一个流程就是，你和双哥和 baby 姐一起玩个游戏，这是考大脑的。大多数都 baby 姐是综艺女王，是啊，基本上就是一般的人玩不过的。我俩已经输了，我老已经思绪紊乱。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是你。快点，你输了，你站着，双哥。跟 baby 姐跟他仨，跟咱们三个。我戴墨镜不是不尊重人，是因为没有美颜。我很胖，我就170斤，啊，我是有点偶像包袱。玩游戏玩不玩？谁紧张了？谁呀？到底是？啊！姐妹们，我师傅紧没紧张？真有梗。姐妹们，我师傅今天紧没紧张？没有。我 baby 姐指定是非常大气，非常的就是美丽随意。我能这么说句话吗？回家了一样。baby 姐，我是看那个。好男，看着你的好男长大的。玩游戏吧，还是玩游戏？玩游戏。你出来，双哥，怎么的了？他也脸红，这排男生都脸红。
你们怎么回事？你这个不对。我给你们看看现在这个现场的状况。我想问问你们，我带你们走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见过多少世面？一年干五六百个亿，你瞅你们这出啊！你看他们什么？你看他们什么水平？看看，你看看，来，把这后槽牙亮出来，来看看他的全场状态，看，刚才我们直播，我声嘶力竭在那喊的时候，整个周边估计也就是十几个人吧。玩个游戏是吧？就 baby 姐会不会这个游戏？就是拍腿，然后嘴里说一个数字，手里就是指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说五，这样我就输了。我说二，这样就 OK 了。OK 啊，就反映人在看到美女的时候，脑袋是不是还灵活？不是，那我得先懂游戏规则，就是我拍腿。对你举一个数字啊，我二。对，然后我就输了。对，哦、你不能说、啊。我没懂什么是谁说二、啊，举几不说几。这个跟说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三，这样就对了。对，你们三玩，那必说呀。你看这样，三。那你不现在逼我左手画右手画圈了吗？对，就是、这个意思。左手画圈。来，我说三二一，好不好？你先来。啊！大家都知道 ，baby 姐一直都是智力担当，颜值担当。不，你应该看着那个。那我输了，那玩不了。输了有什么惩罚？你们仨这一排有惩罚的。谁输了谁唱？输了这个楼有，输了男的输了这个楼有23层，跑4趟。开玩笑，跑4趟直播都结束了。行吧，师傅，你们三个站在同一个双板，双代替我玩。你来，师傅，你一直都是智力担当。我不是，必须的，你必须得玩。大哥，你必须得玩。那双先来行吗？不行，你三人一起吧。三人一起，不就说错了？相信我，能玩到200万人。三人一起，准备好了。他们为什么管你叫老婆呢？老婆，因为他们都是我老公。老婆最美。老婆，他们很多人都在这打包，而且女的也打老婆。对，女的是我老婆，女友粉。男生，不好意思。哎，是啊，一般情况下，他美成这样，应该女人应该嫉妒啊。那他为什么那么多女粉呢？我姐是顶流，美丽，好看。你姐长得好，比你还年轻呢。啊，肯定的呀。来，你们双哥，你能不能站在 baby 姐的右侧？大方了点，变红。跟大家保持这样。就这里没有美颜，我也还行。你忘了你们两个一起唱过周杰伦的歌吗？你忘了吗？刚在电梯里还唱着周杰伦。来吧，我们是按照顺序来吧。可以不用那么近。我要进镜头啊啊啊啊！懂了。我师傅不是故意的，懂了。我啥时候你给他整？懂了，姐妹们，我当裁判啊！我说三二一。化妆了，红了，看不来了，看出来了。你俩先红了，大家没看出来了啊！看见我也忙。我拿个冰块。好。我给我师傅再开点美白吧，我师傅已经笑黑了。我给你开个白嫩师傅。回来师傅怎么还走了呢？我这个血液循环有点慢。这么的，我让你戴个眼镜，行吧？我不用戴镜。戴上，没事。来，我数三二一，然后你们就一开，这样三二一，这样好不好？啊，然后嘴里要喊出来三二一，我懂了吗？懂了。要几次？一次啊，来吧，开始，三二一，三二一，智商在线儿啊，弟儿，我紧张了，不好意思，可能是姐让着你俩，很久没有进直播间，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智商，我觉得再来一次，我觉得他们都骗我说，我觉得再来一次，好，让他就当那个练习了，练习，好吧，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绅士，弟儿。我不真实就不真实，你怎么不真实？你还能跟哥一样喊出四来，喊出五来，一样的呢？这是最好气，来，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四号。紧张，原来是你紧张了，原来是我想唱歌了。那怎么办，姐？那唱首歌，唱几句吧。唱什么？你来，大家想听 baby 姐唱什么？你们说什么？老婆都成起来了。他们让你比个心。那真的好看，他的脸就像又可爱又美，然后直播间是一点美也没开啊。你上个镜头来。我不敢。你过来来。这边就我们家小颜值担当了。一点美颜，以前小演员开了一点点的美白，
下头发真的可以上镜吗？我超级喜欢这个选手，圆满了，师傅们，圆满了，圆满了。哎，你脸红啥呀，孩子？真的女生看她脸红，我学姐脸都红了，超级漂亮，超级漂亮。完了，追星现场，徐杰算咱家颜值担当了。那不行，那不行，徐杰脸已经很小了 ，B B 姐脸就真的超像。嗯，太好看了，很美。嗯，真美。还唱歌吗？再唱唱唱唱唱唱。唱啥呢？都行，姐，整两句。那就整个周杰伦怎么样？可以、啊，周杰伦太好了。我听说了，他说还有他，他俩为啥说能哼哼这个周杰伦的歌？他俩都是周杰伦的铁杆粉丝。是的。嗯。啊，还有麦克风。还有麦克风，都行。还有双截棍呢。你死羊的、啊、我跟双哥学的baby 的性格真的太好了，贼好，就是那个他跟蛋蛋他俩啊，就应该是好朋友。蛋蛋回来跟我说这个 baby 真的就是能相处的人，不是说在任何人面前有那种明星架子呀，就把所有人都一定会给所有人创造的场景就是好相处，然后情他不是以情商，他就是真心待人。嗯，你夸了我都要给你学宣传费了，就是、不好意思。我今天穿衣服就 baby 姐就送我的，她送完礼物，真感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刚才完事儿了是吧？这一趴是完事儿了吧？那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我有点懵。哦，接下来我们搞笑是吗？哦 ，baby 姐与新总一起互动。是这样的，这句话我就在屏幕说，你也站住屏幕，你也站住屏幕，我说句话，你也站住屏幕，要不。我们公司基本上一般情况是不用明星的了，啊，然后呢也只有顶流能来直播间，这是实话、啊，那这话我不想给这个 baby 带来任何难嘛，就这是真的，我自己直播间已经三年没来过明星了，嗯，但是今天我看到了以前的明星在我这边做的什么样啊，我180万人，从180万人直接掉到130，我也不好意思呀、啊，但是 baby 进来直播间去找人呢，只有顶流能找人，真的，啊，顶流，嗯，就是可以了，100%。来，接下来我们下边这一趴呢，就师傅，你今天就要穿上 baby 姐红蜻蜓的品牌代言人穿的同款的蹦蹦鞋，和 baby 姐一起比跳高。不是青龙比跳高，我是赢还是输？不是青龙，你是什么来着？170。黑色比啊，黑色什么来着？都行。我说什么颜色？这些超级好，超级舒服，都可以。你喜欢哪个色？穿什么颜色呀、啊？黑色都可以。然后这个也是 baby 姐当时那个发布会 baby 姐送我的一双，她告诉我这双是最舒服的，是。然后她一共穿了5-6双鞋子，当时拍广告，对这双也是最轻的，对，跳得好高，跳得好高。那我们有一个标准吗？你俩是往哪跳吗？不是，下次要打鞋子，是要把这个带儿打开了，不是。这是你签名的那双鞋，姐美不美？我真的美死了，怎么那么好看呢？你哭啊！我还是见过很多世面的人，但是 baby 好像还是长得算是真的是最美的，到头了呀！对，他的长相符合99.5%的。男性不能99.9%吗？99.5%就不是男性，是女性。男性，我从男性出发嘛，就是秒杀各个年龄段。99.9%啊！那我们开始，我开始跳高比赛了，师傅。跳这个啊？不是，挑战。别师傅，再危险，危险，岁数在呢。哎、不是你从后边往前跳呗，师傅。我是得你从后边冲出来往前跳。师傅，怕万一摔倒了，别让人看着脸。这真可能。啊？不用了。哎呀妈！我觉得算了，你跳那个旋转扇吧。别太高了。快！快看，这有的人都留个言。这没事，这个应该行。你能说我身上好吗？天哪！真的假的？
一百七不用那么直接，楼梯里面不用弯腰。啊，行，师傅穿的是这双蹦蹦鞋啊，看师傅能蹦多高。你等会儿，这种弹跳力这么好的吗？他吹呢，他在吹牛呢。等会儿，等会儿，来了。别看我，别看我，没看，你看，你向前看。来，你看我，你侧脸，你侧脸，我膝盖有可能会踢到你。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太猛了，太猛了。你别别跑啊！太猛了，太猛了。哇！这双蹦蹦鞋。让你蹦蹦的如此之高，主要是鞋的过，我吓死了，吓死人了，吓死我了。其实给双哥整一双。我在空中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燃起了什么，知道吗？嗯，恐高症。不是，那你让我 baby 姐跳什么？啊，我输了，我只能蹲在地上。你赢输了，我已经输了。我觉得这样，我让他三分之一呢，让一下，就跳那高，让他三分之一，或者让他一半。哦，他是在这跳吗？这个白色吧。那这样看谁跳的多高吗？对啊，我觉得让那个 B 姐烫跳那扫地机器人就可以了。那太高了，那也。对，你找个扫地机再低一点的。扫地机器人。底下那个。小的，小的，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可以。万一我照这个被绊到了怎么办？那是我机器人没摆正。我来了。哎，这助跑，来三二一 ，Action！ 真的很弹这双鞋子 ，baby 姐现在脚上穿的就是她代言的这双鞋，很轻很弹。我预计有300多克。啊，对比你的手机还要更轻。300多克。对比手机更轻。刚才做效果的啊，不是真实的。来吧，我们把手机拿回来看一下。都是那撕名牌的人，那现在谁的高度？哎，来吧。大家应该都看见姐那个拍广告片，她自己最喜欢的也是这双蹦蹦鞋。这就是美美颜的状态，我看我美美颜也还行，是吧？你是减肥。然后跟大家说一下，红蜻蜓的今年介绍这双鞋子了。今年的红蜻蜓就是往国际范发展了，就直接对标那些国际大牌，什么始祖鸟什么的。他自己今年新开了5条生产线，全部都是自动化生产，它可以做到鞋底10年不脱胶。就是你国际品牌，谁也不敢说10年不脱胶，对不对？对。哎、这里我觉得我还要这个为 baby 说几个点啊。虽然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没有参加，但是私下的活动很多人都会讲每个明星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就包括这次也证实了，就是因为这次他来参加这个红蜻蜓线下活动的时候，他是个什么人呢？你给我准备什么样的休息室就什么样的休息室，你给我准备什么样的场景就什么样的场景，你给我准备什么吃的就什么吃的，没有就没有，他不会去挑任何问题。但是有确实太多很多的明星啊出席，因为你觉得在你心里像他这个级别的到哪儿了，我的休息室得多大，得给我配备几个服务人员，得给我配备什么样的吃的，什么样的餐饮，什么样的服务，就一定是这样，大部分人都这样，但他是不是的。哎呀，就可着比如说品牌啊，或者是这个一些企业啊，就是你们也有也麻烦对吧，也不用考虑我那么多，他不会挑这些事儿。就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人不断的向上成长的一个成长，不只是自己的段位要成长，自己的身份要成长，自己的财富要成长，而是自己的品德更要成长，是吧？没飘吗？就是一点一点都不飘，真的很好，非常随和。因为之前传的社会上传的你就是到哪都得随和啊，然后后来性格贼好，这次参加线下活动之后他就是这样。我是真见过耍大牌的。我是真见过，谢谢我夸奖。你看看，那个工作室接这个宣传费啊。这是他比我成名早多了啊！你比我成名早，我要是按出道算的话，也就6年多7年嘛。姐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很火了，十几岁神颜，他比我小一岁呢。不懂他在我们就是这一代人心里的。你们今天知道吗？今天 baby 暴露了一个大的信息，他是96年的。我是95的啊。来看看这是谁呀？这个是哪个大美女、啊？就是可以跳出屏幕的那个，是我的一个鞋，对，穿的蹦蹦鞋啊。往左跳。对，那我们就跟。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鞋子，它这只鞋刚才我是不是说是300多克，是不是？它这每只轻只有218克左右，就是比我们的手机要更轻，所以说穿上脚呢，它一点不磨脚，一点都不会累脚，而且它上面搭配的都是三明治透气网布，把那透气丝给我拿过来。咱们夏天穿鞋最怕什么？最怕脚臭，脚有味儿，是不是？是。闻一下有没有味儿？
不臭，这不臭。然后呢，透气性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这后后跟有一个环抱式的海绵，像整个人手在环抱着我们这个脚后跟一样。所以说，在跑的时候、跳的时候，磨脚磨脚，不磨脚，一点都不磨脚，在泥上的感觉。对。非常非常软，而且呢，久坐久站都会减少那种疲劳感。而且我们的这个商务去测试，坐了5个小时的地铁，在地铁站来回走，就绕着杭州好几圈，5个小时纯站着，一点都不会累脚。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正面外边别人的外观呢都是没有这种支撑的，它做了一个贯穿式的热切 TPU， 它在外边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力挺的这个挺阔感。因为很多这种运动鞋和跑鞋，它外边不挺的话，穿着是不是就会塌陷了？是穿鞋子，不管你穿2年、3年、5年，它都不会塌陷，它都是不易塌陷的。而且呢，是一个飞行的支撑。整个中底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就始祖鸟的那种3-4千块钱鞋的这种中底？是。它这个中底都是对标国内跑鞋的，这个鞋子就直接对标2500块钱的 HOKA 这样的鞋子，而且它都是单层底，我们直接做了一个双层贴片。这样的话，我们在爬坡走路的时候，户外运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看，45度角。是不是你哎，你们能一直飘平两个吗？一个飘一个老婆，再飘一个老公呢？差我一个人吗？差我妈，我有6000多万女粉呢。是他今天头一次一个明星把我在直播间里光芒给盖了，你知道吗？我一直没看人打心吧，好像我是多余的。其实鞋呢，我觉得最关键什么就是好看，对。然后第二就是舒服，对。啊、就好，因为。不管谁穿鞋，我觉得鞋给人带来是一种什么感觉？是自信的感觉。我喜欢鞋，比如我有无数双鞋，几百双上千双鞋，但我经常穿的可能就那2-3双。就比如说我最近穿的那个鞋，我买了10双，啊，然后就不断换嘛，脏一点我就换一双，但是就是我可能别人不会感觉什么，但是我自己穿着我会感觉自信。然后第二呢，这个鞋刚才我穿到脚上感觉很轻，然后轻我觉得就是人在走路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这种运动鞋呢是长期能穿的，上班也能穿呐，跑跑步也能穿，然后这个。这个出差的时候也能穿，所以说它会三步都可以，所以它不累脚，然后另一个就是品质这块呢，我觉得红旗亭呢是出来呗，师傅啊，我不好意思，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你出来，这不我不想哪块做的不好了，那个影响那个 baby 吗？我舆论很大，所以我不想那个影响 baby。然后这个比如说一双鞋，就当时这个在这个。红旗亭这个牌子，在很多我小的时候买双红旗亭牌子是我遥不可及的梦。我是农村出来的嘛，就买双鞋得400-500、700-800，我买不起。但是在我做生意之后呢，我就一直找红旗亭。其实，在蛋蛋卖红旗亭第一双鞋的时候，在这之前我已经谈了2年了，但这牌子一直就不怎么做电商，对，就线下做的比较多。这就是个线下。然后为什么会跟这个 baby 一起做这个活动呢？原因就是 baby 是红旗亭9年的代言人，对，就是他9年一直始终如一，就是这些年了。其实你想想，他这些年一直有今年出了个节目最火的时候，别人也想说你别去代言这个红旗亭了，你就代言我的吧，我给你双倍的价格、3倍价格、5倍价格都有。但是 baby 从来没有选择，他觉得相处一回就一直持续就这么下来了，是老朋友，对，就真的是老朋友，他跟这个。红旗亭整个一家人处的就跟朋友一样，就是一点那啥吧。所以这双鞋呢，我觉得这双鞋，我希望让大家看到，对吧？让 baby 看到，这双鞋上架5万双，一秒钟就没了，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然后，但是我也不是需要说去绑定这个东西进行消费，但这双鞋我觉得做的超值，然后其实就好看，我们看上脚的效果。师傅，他这个升级了5条生产线，你看他现在做这个鞋，就绝对是按照国际大品牌2000-3000块钱那种鞋做的。正常国货所有的鞋都做成这个样子。我都说打老公的事了，没有一个人打。在这儿，姐妹们，你们看一下，一双鞋子给他拆成这个样子，而且姐自己就很了解这个鞋。baby 姐跟大家说一下你穿这双鞋的感受呗。就是我拍广告的时候穿的时候，他给我准备了一个那个弹跳床嘛，我就是从来没能跳到这么高过。然后平时出门的时候，其实我是喜欢穿那种特别舒适的鞋出门。就是虽然好看，但是就是走的不舒服的鞋，我可能穿一两次就不穿了。这个鞋就真的是穿了好久了，然后它也挺好搭衣服的。对，这个橙色也是我今年买了很多橙色系的衣服，都可以跟它搭配起来。对对。而且就是还是可以的。对，而且当天姐自己拍了5-6双鞋子，她当时在那个发布会上说：“蛋蛋，你这双你拿走。”她送我了一双，说这个就真的是最惨的。旁边的人看 baby 怎么办？对，这个就蹦起来了。对，就这张就蹦起来了，而且的颜值真的很高。好美，是不是？好美，天哪！神颜，真的，姐就是从十几岁就没有神颜。神颜，对，我对他的就是神颜表达就是神颜，对。来你们直播间太欢乐了。好，然后
我们再最后说一下鞋垫吧，然后我们就上架好不好，姐妹们？好。然后这个鞋垫跟大家说一下，它鞋垫也是石某鸟同款的 Silder Foam 鞋垫，什么意思？外边一双鞋子3000块钱的鞋垫，今天红蜻蜓给你们搞定了。红蜻蜓外边卖3000多，不是别人卖3000多，红蜻蜓的价格599块钱，会员价558，是不是国货真正做到国际大牌的品质，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是。老头老潮了。对，而且60多岁了吧？啊，60了。那个前董事长他自己，你看穿皮裤，60岁了，穿皮裤。穿皮裤，戴个那个小穿的双格的颜色，紫色的墨镜，然后小头发整个小，你抓不抓头发？钱帆哥就是他儿子，总裁现在每天穿这个色，然后那个老爷子每天穿双格角那个颜色，他家全家包括 CC 姐儿媳妇穿的全都是这双鞋，整个红蜻蜓家里边现在全都穿这双鞋，因为真的很舒服很舒服，想要吗，姐妹们？想要。那我们就上架了，好不好？好。然后姐推荐个颜色吧，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对，姐今天早上穿的也是，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服役。我的模特呢？来，模特上。那你要给男主播推荐一个颜色吧，就多推荐一个颜色，我复印。来，后边男生女生都站好，站好。这个颜色。你就让他们穿就可以。Baby 姐现在脚上穿的是橙色的，橙色的蹦蹦鞋，真的很舒服，很软。他这个垫为什么说会配到这个 Silder Foam 几千块的鞋里啊？就一般的垫啊，做完之后就没有那么透气。对，他这个比较透气。把那透气给我拿过来，透气。好，杨雨生上。来，这是那个干冰测试面上的透气，对，哇，是面上的透气，不是什么，是别人得吹才能出来，它完全不用吹，所以说你夏天脚有我吹了出来更多，你吹的就代表着运动的时候透气性更强，对，然后还有一个鞋垫的透气，来，给我鞋垫，给大家测一下，给我，快点，给我就可以了，来，都给我了，那个给我，水给我来，水往哪边倒？往这边倒呗，哪边都可以。看一下这个鞋垫啊，有多透！哇，看姐妹们，鞋垫是透气的，看到没？像很多人在同时吹你的这个鞋垫一样，所以说夏天穿，运动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它都不会闷汗。没准备秤啊，我现在感觉这个鞋最大的特点是轻，200多克，两百多克，最小的200多克，对，200多克。没准备秤，如果准备秤，给大家称一下啊，也有秤。这个最小号 V0，对，好。226克，哎，刚好把我那双鞋给干了，是那双300多克，厉害吧？而且你看他的这个颜值，比阿迪达斯什么耐克啥的颜值都真的都高很多，真的很好看。某迪某克，其实我觉得主要看颜值啊，女款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和 baby 这个颜色，这两个颜色这个是可以的。对，然后男款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这个颜色。我脚这颜色，其实说实话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的，不太让我穿。有个军绿色好看。对，这个色好看，绿色和那个色，啊，这好看，啊，这个橘绿色，对，你们搭配的都好好看，对，橘绿色，这两个可以，男的有那个颜色吗？男生没有，那是女生的，男生3个色，女生3个色，男的怎么了？男生这个色，你师傅你穿一下这个色，这色绝对好看，好，千帆哥脚上穿的就是这个色，好，那紫的也很好，挺好，你穿一下黑，对，紫色好看，那黑紫色。黑紫黑加好看，你得回走演艺路线了。如果你要走直播路线，我没饭吃。我刚要说好好看的，他把我台词给我抢了。来吧，那我们今天就是500多是吧？599，是你来还是我来啊？你来吧。冒金星了，行，跳天跳冒金星了，不是跳的吧，师傅？我真冒金星了，也不是全是跳的吧？嗯，呼吸平静。我操！我这手放在麦克上，都差点蹦起来。得160了，太可爱了。160了，来，好看吧？来，我们最后再看遍颜色啊。姐身上穿，脚上穿的是橙色，蹦蹦橙色，还有这个黑紫色，姐姐说很好看。这黑白紫色，白紫色也好看。这三个颜色是女生的颜色啊，最推荐的就是这个蹦蹦橙色，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黑紫色，非常洋气，春夏秋都可以穿。然后还有一个是紫色，紫色没有人穿的。然后男生三个颜色，这个是军绿色，然后这是白绿色，还有黑色。我师傅现在穿的这个军绿色好看吧？好看。双哥穿的白色，软不软？双哥你自己说，特别软。你跳一下，你蹦一下，你就知道这个鞋到底有多轻多软了。真的很轻，很软，很弹。特别难听，190吧。太人太了。他们现在每天打8吨紧啥的，穿的都这鞋。看不来190。对。好了，170，可以了，我们翻过来吧。我们要上架了，姐妹们，像不像装？像。卡了，不卡吧？卡了，下一个。手机不是那个，给我拿鞋盒来。颜色给我拿过来。
好，我们要上架了。外边买599，直接对标国际大品牌，对标那些2500-3000块的鞋子。对人笑行吗？身边人老对着人笑，能坐吗？不是你坐，来了黑紫色，你坐。没有，我不坐。黑紫色，你不坐我也坐不了。你坐，你不坐我也坐不了。相没相中，姐妹们，相中哪个相中了？今天在我的直播间，线下价格599，直接对标外边2500-3500的鞋子，值不值？值。真正的国货之光，真正的户外鞋子。今天在我直播间直接改价，外边599，今天在蛋蛋的直播间直接改价，你随便买一双户外鞋，你买双什么某凯骑车呢，是不是只花500-600？对，今天我卖的是国货之光红蜻蜓，baby姐代言了9年的品牌，挺好了我的价格599，今天在我直播间直接改价368，368，你买一双白牌鞋的价格，买一双真正的国货之光红蜻蜓，能签名吗？给不给力？我可以签的。姐签了，我可以签的。有，我这推荐我签名的，但不想让你签名的，但不想让你签的。嗯，新手签名的便宜1块钱。新手飞狗，气死我了！对不起，太有梗了。然后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368这个价格，我问大家心不心动？心动。你随便买个白牌的价格，你买不到这种真正的户外鞋。人今年就专门做野营户外和东西登山，因为今天户外是一个趋势嘛。368牛不牛？牛！今有姐来了，368绝对是便宜，但指定是不好使。今天在我直播间，外边599，在我直播间每一双鞋子，别人给你打8折就不错了，对不对？对。听好了，姐，今天所有的价格就为你而来，599，今天在我直播间每一双直降311，改价288块钱。哇！288直接带走。红蜻蜓今年最火、打了无数广告的蹦蹦鞋，就是你看，其实这里头就是我觉得有几分良心吧。第一，我觉得，能从这看出来，就是杨颖 baby 这么多年跟他合作9年，人从来没有去以高额的费用去让这个品牌去付出什么呢什么样的代价，从这双鞋就能看到。第二，这双鞋做的这么好，并没有去给消费者多高昂的价格，对，他也希望通过自己供链的能力和自己这做了几十年的鞋的这个能力，能够让每个人穿上一款轻的，就是比较轻的鞋，比较舒服的鞋，嗯，这我觉得我都没想到是288，对，而且这个鞋在现在已经卖了13万双，今年已经卖了13万双了，因为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 baby 脚上穿的。得几千，就是我那种，我有那种意识。他就是对标那些 HOKA 呀、某中鸟儿那些2-3千。是吧？就我有那种意识，就是。就正常的跑鞋没有这种支撑感，他都给大家做了支撑感，然后鞋垫也升级了，所有东西全都升级了。这就是你比如说大家，你就比如说大家都喝茅台，你会觉得我开的茅台是90年的。这个姐没有代言，不能。啊。对，你看是不是就是3-4千的配置？见谅啊，我都多少钱没拿？我专业团队。这都是3-4千块钱的鞋子，3-4千块钱鞋子配置。然后今天红蜻蜓599，今天在直播间288，给不给力？给力！下车，288。我多少双？我必须1万6。好尴尬，我不懂。下一个，这是户外鞋，户外的登山鞋。然后今天呢，我觉得是288块钱，这个价格是288。对。然后我自己也开心了，是我说实话，我已经很多年没，我怎么说呢？我不能说了。很多年那个心率没有到过160了，对不起师傅。599，然后会员价格是558，然后你卖是288，对，半价了属于是吧？是的，是的。然后改价265块钱，265，你根本改不了。天降20元红包，245块钱，这是我更想不到的价格，听明白吗？整不了。我算一下。15个点的佣金，对啊，不了这个288，你288把15%的佣金减掉，不就1.15等于79？啊，不对，288×0.15.85，244块吧，245吧，来改价来，245块钱，245，上车来，师傅，等会儿不行，排的整不了了，真不行，这整不了，真就是。涛涛，现在你的形象，你的形象，你不要，我不想给你画面啊。我本来想要你给我拿，你给我拿一双那个 baby 穿的同款的那个颜色。橙色，它是这样的，来个橙色。你平时单个品牌合作，今天影响力太大了，人家以后红蜻蜓，全来三，知道，就这个鞋，就往死了拍这款，这款是真好看啊，3、2、1。上多少钱呢？先斩后奏，皇权特许，15%的佣金去掉245块钱，上车。等会儿就是没挣钱，
我不赚那个钱。替他们就是跟你工作人员，不行，那不用，我们不行，没有，又不是他们的事儿，这是我自己的佣金没有，我自己的佣金没有。不行，老板不能不要，我自己的佣金没有，我自己的佣金不要。3、2、1，太可爱了，上车。好，245。师傅，你先买一个某六一多少钱？300块钱。给他变个魔术啊！给我上车！给他变个魔术，我现在把销量给挡上了，把音乐停了。男生，人家放的 baby。我知道啊。baby。我知道那个魔术变完了再放上。看一下，上车了吗？245块钱。男士推荐军绿色、黑色，女士推荐橙色和黑色。开这个颜色啊。上车了吗？颜色。上车。买了。买去了。上车了没有？啊，付款到手价格245。五个数啊，五。五。得选颜色是吗？我知道，那大家再选颜色，选号。女生可以拍 baby 同款色，就是橙色了。四。四。四。加库存是没有库存了。只有16000现货。三。现货没有了。预售的话现在是15天到20天发货。二。二。你推荐颜色，男生推荐这个驼色，在这一只，这一只是驼色。断码了。驼色，我这魔术变得太尬了。四万了。那马干嘛呢？我说5秒钟5万，我整都没码，我整20秒了，都没有码了。但我真的，它是一瞬间的，它得选颜色，还得选码。这个是女士黑紫色，我一个一个讲一下。这是女士黑紫色，这完成不了。5秒钟完成不了，那太快了。这是 baby 同款色，花了点时间的，都是花了点时间的。啊，每个人今天再送一个，哇 ，baby 姐的钥匙扣，再送吗？你们轻点喊，我都嫌震惊。咱家今天有客人啊，你说哇，这样可以？别哇，那是真的每个人都有吗？我临时现场加的，每个人都有，临时现场要的，每人加一个。对，其实只要这么拿出来，我思维的。你表现的气氛太欢乐啊！上面就是这双鞋。就是这双鞋，看到了吗？你们下有券吗？没有券，没有了。付款直接就有了。付款直接就有了。现在6万了，245块钱，好便宜，这个就是288啊。我们是15的佣金就没要了。谢谢金总，谢谢姐，谢谢你，我好，我真的好好，他性格真的好好，好想亲他一口。那你别走了，跟我搁这播吧。我说 baby 姐是昨天早上刚下飞机，然后昨天又拍了一天广告片，然后今天凌晨又来了杭州。好，在上海签名那就拿来呗。对，这是 baby 姐的签名，给我拿过来。那你的签名啊？啊，对。那你的签名整的有点夸张啊。没有，人那天只让 baby 姐签名了，然后姐为了照顾我说蛋蛋也签一个。拍2双的话就要2000块钱。你一定要对自己自信，27岁小女孩，1亿的粉丝啊，你要对自信，前途无限量的嘛。这是 baby 姐签名的鞋子，哇！今天送给大家，又这么大声，小点声，这耳膜都感觉在肿了，扑通扑通的。军绿色就是这个驼色，你这么的吧？跟你有什么关系？送给大家了，一会儿给他摁着，让他签名，行吗？可以，电梯咱在2楼，咱3楼下不去。准备好了，姐，我今天准备了几张明信片，能帮我签名吗？然后送给直播间你的粉丝们。好的，亲签，来。我是老板，我让你们小点声。你是不是习惯了？就是很多人每次出镜，其实都是很多人、那个。好美呀、啊，好帅呀、啊，好酷啊！也并不是被你们这里的热情给这个震撼到了都。这个一会儿我们直接幸运星送给每人扣500啊！哇！不够多。然后这3张我们直接现在就上星星送给大家吧。baby 姐的亲笔签名，然后开奖的第一个人，第一个公布的这双 baby 姐签名的蹦蹦鞋，这儿能给大家打开看看。姐你来吧。这儿呢，侧面有一个 baby 姐亲笔签名的鞋子，全球只有一双。开奖的第一个人，我们把这双鞋直接寄给你。哇！你把他领走吧，先站到这里。我也想来这上班了。咱们已经卖了65000双了。哇！怎么样？太好了。来，我微信还没
今天我师傅头一次，我认识我师傅六年，头一次看他这么害羞，冒汗了。对，我没害羞。真的吗？流汗了，汗已经出来了，全是汗。欣欣的不是害羞，他娇羞。娇羞。害羞。不就是为了签一个算了。我这点好，我这点比较好，就是你们很少能看到我跟明星合影啊，跟明星要那个签名啊，就是我觉得欣赏越远，欣赏的越美，这是真的。哎，你们说我直播间是不是很紧张？很娇羞啊！又上脚啊，宝宝们已经上架了。那这。站哪都一样，都是背影。你们还有啥环节呀？啊，就没今天所有的流程都已经结束了，双哥脸也红了。然后今天因为很多直播间肯定有几十万那个 baby 姐的粉丝，今天是为了 baby 姐来的，然后可以在屏幕前跟大家互动一下。他们今天想让你比心、对 mink 什么的，我看是不是？闪开这个。对，你可以跟他们聊一下天，可以读一下他们的这个屏幕。老婆飞吻，哇！哇我闪开了，不要挡住屏幕。他们都说镯子好看，镯子好看，说你们。我送你一个，你我自己买，我自己买。对，让你比耶。好漂亮！你眼睛现在咋？我怕前屏幕前那些雪崩。变懵了。比心，比心哦，想看吗？看斗鸡眼出去，去出去！哎，对呀，我看过他斗鸡眼啊。他真的很玩得开，在综艺里，真的。嗯。今天这么美，咱不斗鸡眼我给你们来一个吧。好，来。我不会。啊，想看你这样比心，大家这样比个心姐，这样。啊！爱你，我这下这，你这一比啊 ，baby。我们蛋蛋就是一直以这个头大著称，这一比就太明显了，你知道吗？不能这样说，我没说，没事，你习惯了。不是，我都忘了头大的事儿了，看那么多年习惯了，今天突然又想起来了。那好，那我们今天就是 baby 姐，因为还有一个其他还得回上海是吧？嗯，对，因为还有别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好舍不得你，下回再见了，朋友们，拜拜了。来吧，大家都是气氛组。不是，好舍不得你，要不然再玩一会儿。我会继续看你们直播。谢谢姐哥，今天也很辛苦，要播到平安。我你要私下那个微信转账啥的，我也可以买主播。开玩笑。私下贸易一下。好嘞。今天还有一个 baby 姐代言这个龙爪鞋。是的。平安想让你拿一下。哦。对，好的。对啊，这是登山的龙爪鞋，一会儿我们再带啊。对，因为 baby 姐她已经走了，好不好？这龙爪鞋也是 baby 姐代言的，这个是纯纯登山鞋嘛，这个更贵，这个也很好穿，这个很好穿。你拜拜喽，拜拜，师傅拜拜，能看到 baby 姐了，送一下，我马上回来啊，对，给大家补一下这个项链吧，小点。baby 过来跟他握个手，是我看到了。baby 过来跟他握个手，开心，等我一下。哎呀，你挡住了，师傅，你闪开。我走了吗？哇！停啊！完了，一个假粉儿。走了。